继续是来自德吉乡警政方面的消息。德吉乡十几年前发生一起男子死亡刀击，家后甲查某囝判死案。日前传出这边男子家后嘛电视断厝，查某囝判死刀击。检警经过商检，研判父亲死亡的时间已经有一礼拜，而死者体型尽散，怀疑死因可能是长期营养不良。日前在德吉乡发生一件命案。护理师伫前往访视的时阵，因为连续两天大门拢锁起来，发觉有异样，较紧报警寻求合作开门入来厝内底。伫客厅发现68岁的妇人倒伫涂骹，明显死亡。初步研判，伊身体无明显的外伤，门框拢关条条。本月16日10:02接获警察局转报竹崎乡湾桥村5间厝344号疾病救护案件。竹崎分队接获通报后，立即派遣竹崎15级番路91前往。人车到达后，进入查看现场，为一位女性妇人倒卧在客厅地上，已明显死亡。另外，番路91后送该妇人女儿前往湾桥荣民医院就医，现场后续交由辖区员警处理。警方日前上演的时阵，发现妇人无明显的外伤，初步排除是他杀。但是查某囝应讯的时阵，情绪是无稳定，对相关的问题拢无回答，暂时无法度协助还原过程。西兴新闻曾先生伫家乡采访报道。一盏路灯一个月大概可以节省大概20块的一个电费，这一盏就是吗？那就是换装后的 LED 路灯。我们翁县长就任以后启动了村里大调查，自筹了8400万汰换的日光灯跟部分的纳气灯。 LED 灯的寿命也特别长，它是属于力能节能，比平常的传统灯具省电了快一半以上，也帮公所节省了一些经费，可以一年节省450几万的电费，对公所是一大的很大的助力啊。路灯照亮每位嘉义人回家的路，我们的努力你一定看得见。